黄翠如同萧正楠结婚六年，一直都好恩爱。近日成日都传两个人做人成功，指黄翠如出席活动嘅时候打扮同举止都充满住韵味啊。而佢喺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就未有否认怀孕嘅传闻，只系强调都系睇个天。近日黄翠如就去到顺德出席活动，有网民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当日的花絮相，见到黄翠如当日围住一条大披肩，而每一张合照都刻意用手遮肚，即时令到怀孕的传闻更加似层层啊！有网民就留言讲：睇个款唔通真系有咗，包得咁密实，肯定有咗啦。未知黄翠如系咪真系好事紧呢？